亲爱的主教哈，林天星理事长，以及在座在座堂的先生先生，今仔参加这场的文化讲座，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亲爱的大家好，大家晚安。啊，拄仔有咱个有听过林天星先生讲到伊吼，这本册分到六章啊，啊，这本册做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我想伊上重重要目标就是讲，台湾人爱经过自我的反省，反省了，他知影讲这个有尊严台湾人是很困难。所以，伊对十年前对市民关底的一个导览开始，慢慢来了解蒋介石政权伫台湾安怎统治。所以对历史方面了解了，他发觉讲国民党统治台湾本质啥物？啊，进一步来追求到底历史真相什么？所以，虽然官底的一个导览，虽然是看一个过去蒋介石发达的所在，但是内底实际上有台湾历史在内底。所以，林先生针对这一方面来做生态环保的保护问题，一方面呢来追求历史真相。啊，所以你追求了，伊感觉讲。咱台湾人应该做一个有尊严，台湾人较有公义，所以这本册有这个名，我相当会当表示着林先生十年来关怀台湾的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内底做一个文章拢发表伫这个台湾日报，啊，虽然今仔邀请做一个人来参与这边的这座谈。我想我一个介绍者，连马的秘书长。大家好，我知影伊基本册啦吼，台湾的会员吼，啊，伊这年基本册受足侪人的重视的，啊，内底有写讲，是伫台湾人内底呢，有85%拢有混合过，啊，所以用 DNA 的一个试验来证明讲台湾是一个多元。多族群的一些文化，不是单纯以汉人为中心的思想，所以然后对医学方面做一个一些成功的一些范例，也是对台湾历史文化啊做一个一些印证。感觉讲台湾历史文化，唔但用汉人做中心来思考的，咱即马就来请吼林巴利医师吼来讲这个话。我今晚也站来高家。啊，春花，迄个我，经过我来遮讲了，搁有做我工课啊，我想讲要甲恁做我迄个工作报告，工课报告吼。啊，真多谢，林理事长做遮尔侪代志，啊嘛真欢喜，今仔有遮尔好个音乐，啊，互阮听。我想要甲大家讲，就是讲我迄个经过讲了，就是特别。甲大家报告我做我病毒组的迄个研究，病毒组甲台湾人的关系啦吼。啊，因为病毒组计是即摆那像，阮那像无出无偌济人，迄个感觉。啊，其实毋是安尼。啊，阮看第第个，那下一张，是第三条啊。我有迄、那个。我想吼，即点我想大家拢知影，就是讲，咱就是讲，台迄、那个昆山公台是，就是来到迄、那个台湾南部，啊，有一个迄、那个平埔族的迄、那个啊，平埔嘛吼，迄个故事大家拢知影，昆山公平埔嘛，啊。啊，我做迄个病毒组的迄、那个系统的研究，才发现讲病毒组其实甲迄个原住民、台湾原住民有共款的迄个武汉系统是40%哦，剩的60%是对东南亚大陆的族群，就是讲中国、伊朗，这就是中国的长江以南吼，啊甲中南半岛遐叫做。东南亚大陆的族群，
特别甲中国人南沿海族群有关的。看到这时，啊，阮真想讲啊，这是不是被播种？我登山讲该混血，啊，所以这是不是？这60%，这是登山讲遐来，还是讲是啊？对，这是上帝被播种原来有的。有迄个血统，结果阮就是讲，是不是迄、那个伫新石器时代的几啊千年前来到台湾，对东南亚来到台湾，台湾变作美国种的祖先是不是安尼？所以阮做或者古代 DNA 研究，就是讲对土脚挖出来古早的人，啊，阮创伊个看伊个 DNA 安那看，就是。伊个喙齿，阮像咱咧抽神经共款吼，啊，对喙齿迄个神经个部分，啊，较听内底有对应，所以对遐来看伊个呢，啊，来甲现代人做比较吼，啊，阮阮就是阮有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是做古代 DNA 实验室，啊，阮就是要用古早人个迄个 DNA 来看甲即摆个人个关系。结果阮看的结果吼，就是我发现讲，古早原来爸母族的祖先，伊毋是讲拢是迄个台湾原住民，原来东南亚的族群，因诶古早就是各大做伙，所以意思就是讲，古早台湾的关山是高山族，啊，伫平地有大平埔族，迄个平埔族的族群是。高山族沿着对迄个东南亚来啦，就是安尼吼。啊，所以我就是，我大家拢真欢喜，因为安尼，至少表示讲，我看到真济平埔族有迄个东南亚的血统，毋是登山讲来，迄是可能就是讲古早，伊就是古早因的祖先就是，伫新石器时代对东南亚来在。啊，即嘛。现在地埔族，阮在看40%，是跟台湾原住民有同款血统，啊，其他跟东南亚的大陆的人有同款的血统吼。啊，所以伊阮在即下要给大家看，即阮就是阮的马家坪的迄个在东屯区的杨东杰院长吼，啊，伊是伊捌做过建工党的主席吼。啊！伊是足希望伊是平埔族的后代，所以来互我抽血检查时，我着阁看到 C4A， 我讲啊，这就是伫北迄个亚洲的北方的人嘞。我讲安尼，你毋是平埔族，结果来足希望，啊，结果毋是安尼啊。伊讲吼，这个吼，伊是西班牙的，这个伊往起甲土马有同款的来源。啊，阮做迄个古代 DNA 的研究的时。发现吼，有一个古对土脚挖出来的人吼，伊甲迄个中医师有共款的 DNA。啊，这个吼，这个遗骸是2500到4500年前的人，伊个迄个伫花莲发现。啊，这个虽然阮这个遗骸有是袂有法度 DNA 拢做出来，啊，不过真可能就是中医师的祖先。所以尤医师应该是平埔族的后代啦，因为连祖先老早4000年前就来，所以平埔族其实是用 DNA 来看，伊遐有迄个东南亚的族群，啊，你若讲我去找到迄个古早的人，甲伊是同，甲伊是咱会使讲伊是平埔族，是安尼讲。啊，迄个阮即摆在看，啊，伊个有一个叫做组织控管。一条的伊吼有一个血统是敢若伫台湾原住民看，所以你会当看，因为伊是有是爸母族的后代，是登山公的后代，啊嘛是台湾原住民的后代，就是山地原住民的后代吼。啊，迄、那个关系，迄、那个闽南的，我想我最近过，我甲大家讲，就是讲闽诶，就是福建人，其实就是讲伊，因我讲伊是北方。汉人的孙敬汉人的后代，伊讲伊是迄个啥物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诶官僚的时阵来，遐个人的后代其实毋是啦，伊是做起来，起码大家即个民族还是蛮公平是，
啊，阮做基因，因做基因啦吼，迄、那个福建的人，因用过做研究嘛，毋是属于北方的人，毋是属于南方的人。所以有的人讲，哦，阮的族谱，哦，就是讲阮是纯正的北方的人，其实毋是，因为迄个真侪族谱都是假的啦吼。啊，真侪迄个你讲迄个明末清初，皇帝送你一个姓，啊，若想讲姓过，哦，送你一个姓过，一姓过，啊，佮送你郭子仪做你的祖先靠对面的人，祖先，一大概是大部分拢即款的故事吼、哦。啊，来讲台湾人吼，台湾人来讲来看吼，咱是阮做迄、那个。基因的研究真少是北方的人，真少看到吼。啊，阮做2007年是讲，包括张连先教授讲的复姓名字啊，叫做是另外一个系统。啊，85%，即卖台湾人至少有一个台湾原住民，也是东南亚岛，那些就是印度啦，啊，有一个印尼啦，加迄、那个菲律宾的人的基因。啊，这个是大家拢有，搁有迄个东南亚的基因啦吼，所以台湾人才是台湾原住民甲东南亚族群的混血形成的，哎，甲白胡族同款的，哦，你安尼看着，啊，这就是张医师是张延喜，伊是我的同学，是张延宪医师的哥哥啦吼，啊，这边我伫个好友会有滴，啊，甲抽回转来。做检查，哎，伊吼，本来我是讲白膜嘛，结果我转去去怎样看结果，那是高山嘛，吼，伊吼，伊乌黑黑东西，哎，是米山，啊，这是高山，台湾高山原住民的乌黑，黑痛吼，啊，大概伫台湾有1万2以上，啊，甲这个张医师同款的黑痛的啦，伊嘛甲病院资料内底太阳做吼，41个人吼。哎，就是占太阳族的35%，所以太阳族大部分拢是属于这個，哦，啊塞夏族14%，啊北部族敢那3%，所以看来看去，那是属于高山族，哦，太阳族的后代啊，哦，张延宪教授就是，啊，即嘛，我本来是想讲，这故事吼，大概是登山公，本来是想讲大概登山公，不过阮最近有个。新的方法来看伊个复系吼 ，Y 染色体的迄、那个基因来看是，阮发现台湾像讲属于这个 O3A2 啊 star 吼，这个系统伫台湾啊，阮能看到两个台湾人，五个印尼的人，两个菲律宾人，啊别卑南族啊 K 来啊加迄个希腊亚拢。所以真可能是病魔做的后代。我看另外一个系统来看是，伊这个伊哥哥有这个基因，啊，这个基因实在是，我看到在我中国南方的血缘，啊，这个太阳族的血缘发生这个基因重组，这是伫个遗传上发生的。啊，所以啊，这是希腊雅族常见的血缘。所以张延宪教授。高山脉、平埔宫，啊，这嘛有中国南方的血登山的血缘，啊，佮我这足亲切，希腊雅族、太雅族拢有。啊，即摆咱来看台湾汉人甲平埔族，其实阮看来看去，台湾汉人就是讲台湾人，啊，甲平埔族拢是台湾原住民甲东南亚大陆族群的混血。啊，咱对啊，若安尼讲，看起来拢是同款的。差不多，所以咱对台湾的历史，是一个咱看到台湾的汉人，就是闽南的客家人，是对白魔族汉化而成哦。啊，阮来看这个，这个是台湾人，看台湾人闽南的客家人，30%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统，这是对闽南系来看。哦，啊，那父系上面佫加个25%，啊，起码这30%是母系是台湾原住民。啊，这个70%是东南亚、大陆的血，啊，再看白胡族，
先讲做40%就是台湾原住民，即个60%就是属于甲台湾的即个台湾人共款的，即所以你看即个，甲即拢足共款的。啊，咱来看历史吼，这是我对于诶迄个新建的先生的迄个台湾血统，分出来来看出来吼，来画即个图。啊，即、這个就是讲伫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差不多有300,000的迄个病毒从即个体系也是伫多种吼。啊，即、這个蓝色的即是高山族。啊，差不多迄个是有200,000的高山族，迄、那个啊，即、這個、是即、這個、就是闽南客家人吼、台湾汉人。啊，即马伫个1961年，啊，郑成功带我囡仔入来，啊嘛，佫伫20年后，伊的囝和迄个孙来甲拍倒了，全转规个拢转去。迄阵迄个清朝的迄个记载，就是规个拢转去，吼、伫1756年，伫清朝时，因个官方伫甲皇帝报告的是，讲有60,000的即、這个即、這个病魔种。啊，伫个即嘛即吼，即个是因拢积极汉化，吼、汉化，所以呢，病魔种一直降落来。啊，伫即嘛1777年，有那是一个乾隆的时，病魔种对因那个做户口的。定期对社会变作民苦，啊，这个对，所以这个汉人，即马迄个是1756年，唔知影偌济汉人，可能无甲一，唔知几千人，嘛不一定是有偌济人吼。啊，所以因为无记载，也无官方的记录，所以唔知影。啊，到这个1811年，突然变作790,000，啊，也这个病魔族，也日本时代有3遍的户口调查。1910、1935、1943，即有45,000、58,000到43的年也是病例，啊，迄个是汉人病100,000，啊，即第二次在迄、那个日本时代明户甲改做闽南的客家，所以吼足清楚的，就是讲真侪病魔族的人汉化变作来改伊的迄、那个伊的汉化，就是讲伊的伊的迄个户口改改做闽户，伊做闽南人客家人，所以这新建立先生的迄个册，有即就是乾隆21年，就是较外看比咱看的，即、這个1756年的即、這个吼，1756年就是即、這个是乾隆21年，即、這个是伊的讲。这个统辅助流域啊，这个设方，这就是讲无共程度的汉化的病魔种，而且咱看到60,000，啊，起码到这到乾隆38年嘛是，啊，搁在讲设方，他不到乾隆42年地名户就清楚，就是汉化，啊，所以结论就是讲，台湾岛上族群的历史，甲咱阮客人的研究的结果。但款就是讲会当配合，就是讲白波族啊，伫个啊清朝大量汉化变成台湾人，所以咱阮发现台湾人，阮发现白波族甲台湾人的血统足共的，所以白波族不小心。啊，即、這个阮爱阁继续做迄、那个做古在伊个内底，继续阁希望迄个考古学家。上阮迄个报出来，遐个报出来啦，啊，阮就会当较了解台湾的历史。我想今仔日到这，谢谢。第五年啊，虽然只连妈咪教授伊啊，我比如讲毕业典礼问题，我这次会帮忙。我泰雅族、塞夏族哈，啊，我西南雅族，啊，就是无祖祖啦，就奇怪，因为家己住的所在祖祖嘛，啊，祖祖会当袂歹，因为祖祖查甫就缘投，啊，不过无啊，就是讲的，啊，咱多谢吼，啊，另外多谢老板讲很济，意思讲台湾吼有
唔是登山公啦，是登步公吼，关树林嘛啦吼，这个观念吼，所以用诗篇的方式，第一个方式来做信仰。